长大了没有？妈妈还在。哎呀，慢点慢点，梳烂呢、啊，要慢点。嗯，那你找到竹节虫没有？没有，爬不爬。哦，不爬嘛，不爬是不是？那妈妈教你啊。欢迎来到罗吉乐园，老鹰。来，妈妈考考你好不好？过来，妈妈考考你。游戏开始了，找一找。天鹅在哪里？天鹅。天鹅在哪里？找一下天鹅在哪里。狼没来，你找一下天鹅。天鹅，认不认识？天鹅，天鹅，不对。错了，继续努力。哪个是天鹅？找一找，天鹅在。天鹅在青蛙下面，对。对，就是那个天鹅，白色的天鹅。对了，你真棒，你真棒。找一找，不要咬衣服。狮子，狮子在哪里？狮子，狮子在哪里？狮子，对了，对了，你真棒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问你，他问你，孔雀。哎呀，妈妈要摔跤了。孔雀在哪里？孔雀，你找给我看先，我看你，我看你认识玩动物没有？孔雀，孔雀是哪一个？哪一个是孔雀？对了，你再听，你又按走了。跳舞，怎么骑？怎么骑毛驴？驾，哆啦哆啦驾。你扎马步嘛？嗯。心里真得意。啦啦！带我去玩好不好？要。嗯。要。嗯。小朋友，我还在等你学习哦。你还要不要学习？嗯。等一下，掉下来了。咚。哎呦，这样子就甩坏了。带我去动物园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我想坐你的飞机去动物园。好啊，那我进去了。好了，起飞吧。动物园在哪里？动物园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哟，飞过来。哟，到没有？到了，到了，我要下机。爸爸，哇，这里动物园好多动物啊！你要跟我说一下呀，有什么呀？带我去看孔雀，哪个是孔雀呀、啊？哦，那个是孔雀呀、啊。嗯。哦，那大象呢？大象呢？哪个是大象？哦，河马呢？哦，那马呢？哦。这是什么操作？跳沙发。会不会玩？没玩过。小时候没有玩具，就是玩这种的。就是拿这种玩的呗。我以前我们是拿那个沙袋装沙子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拿那个大大的有电池那个盖盖。电池盖盖。哎呦，好像又在玩水。来了吧，丢沙包了。谁要玩？谁要玩丢沙包了？要。我们想玩水，我们想玩水。你都吃完了还？你们在这里面，我们在这边，这个是线。你们不能超出线。进来，这个方框是你们的。哦。来了不？把你们打下来了不？那姐砸，那姐姐砸，你们就跑出来、啊。你们就让你们玩，以前我们小时候。来，超出线，这个是线，你们就在这个方框里面嘞。小黑，你起来。
你要跟着，你要跟着。